分析肌肤老化的主因来自内外在两大因素，其中内在原因包括年龄增长、遗传以及荷尔蒙失调等，而外在原因则多是环境影响，例如熬夜、抽烟、日晒或空污。近年来，全球皮肤科专家研究发现，有高达八成的肌肤老化是因为环境曝露，也就是长时间曝露在外在环境与空污侵袭下，肌肤屏障受损，进而导致胶原蛋白和玻尿酸加快流失，结果都会加速肌肤老化，产生皱纹。另外，来自美妆品牌的新研究还发现，女人平均从20岁起，脸上就会逐年产生戳纹，此时就该开始对抗老化。因此，东森特卖会特别推荐曾经创造出每秒销售16瓶销量证明的 Ultra V ID 本抗皱青春安瓶。光就是这里，这个爱地本要怎么保持，要怎么研发，光这安瓶就花了非常多的精神去研发，然后再加上整个专利在这里，然后其他的这样子的一个成分，包括要做到的保湿、弹力、抗皱、亮白以及营养补充，全部都通包括在这里头。不仅如此，就连瓶盖都有独特的专利设计，可以帮肌肤重塑年轻状态。所以你使用上只要一压之后，有没有这个就是这个金黄色的奇迹，摇一摇之后呢，把它综合起来，这一瓶是一个一个星期的量。所以你知道每天晚上洗完脸之后滴两三滴，然后看你自己的使用量。像我自己呢，你把它用完之后，它上面有一个吸管，你就把它吸上来之后呢，就可以这样子直接一边，有没有？像我这个脸，我的脸大概是用三滴，然后就一滴，好，就这一滴，一秒的奇迹，一滴的奇迹，马上吸收哦。强调水光、抗氧化、改善皱纹、亮白、保湿及提升肌肤弹性，六大功效一瓶搞定。Ultra V 爱地本抗皱青春安瓶独家优惠，含税免运费。观众查询更多详情，请上东森特卖会。东森新闻团队洛杉矶报道。